在下半场而言，下半场我们现在下半场大家就是接近尾声，对，当然有时候已经就吃饱了，那吃饱的状态下，那当我们演奏完的话，你们可以就是释放大家的能量，对，拍手一下尖叫也可以，那释放大家好，顺便消化运动一下，对，好。先带一些那个新娘的点歌，新娘的点歌，新娘的点歌哈。那这首歌是，他很喜欢的一个英国歌手的，对，红发艾德的歌《Shape of You》。